今天躺一躺一躺，但是你有没有有一点压力和担心了？我能见到雪见学长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那你要一打二，很难战胜他哦。嗯，怎么说呢？其实雪见学长，就是这几年以来啊，我一边读着你的书单，我也在想，一直都在想有没有一天你和我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所以今天其实我还带了一本书给你。 是我的书单里面的书，我想把这本《从一到无穷大》，我想把它推荐给你。就是这本书，它展示了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，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你和我都是文科生，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能确实会有一点点欠缺，所以我希望看过这本书之后，没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短板就补上了。OK， 我把这本书给你。其实嘉森今天来，我首先很感动。第二，我也是让我回想到很多以前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，包括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事情。我多次在这个舞台上表示，我们的学校里边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。我们希望把我们读书的那种快乐分享给大家，所以不存在着谁追随谁，或者谁要赶上谁这样的一个。 关系，我们今天站在这舞台上，站在知识面前，站在我们的书面前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